我家谁的愿望啊？是你妈，不是我呀，是你妈妈。阿旺，你回来了。妈，阿姨好。哎，这位是、阿姨，我叫福小龙，过年23，属蛇的。晚点说。哦，妈，你有什么愿望啊？我的愿望不就是你回来吗？所以说，成功了。妈的骗狼，你肯定要其他愿望。我能用什么愿望啊？那让你爸把头发长出来，好吧？哦，这个好吧？哎哎嘿！哦，相片呐！那让你弟弟学习成绩好点。嘿嘿嘿，简单。嘿！哼，我就知道爱因斯坦是错的。科幻片呢？那我希望你舅妈温柔一点。哇，快点，眼睛看，盯着看。让你舅舅闷一点。港片呢？都不对啊。妈，那你有什么愿望啊？我希望把老头子的私房钱找出来。好办。还有没有了？没有了。没有了。真没有了。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你还留着这双鞋呀、留个纪念嘛。这个是我妈妈的舞蹈鞋。你妈妈以前跳得可好看了。妈妈在发光啊，好美啊。她在做她自己喜欢做的事情啊。